学长姐啦，要这几年留下我都给大家洗一遍。那今天真的是非常有感恩，我相信大家都基于那份爱，同学基于对同学的爱，所以促成我们今天这样一个欢聚。我觉得这真的是刚刚讲的，金钱都没涨得很好。那我觉得说，人生最美的事就是就同学的感情作证，是不是？大家都人生最富有的财富就是回忆记忆，美好的记忆。越就有同学对证，你的好，你的哭，你的笑，你的闹，都是我们最完美的回忆。大家都是一样的，一起学习。这进了社会之后就是一个竞争，就完全不同了。同事的感情啊，上下的感情，他们都不一样。那今天我们也是抱持感恩跟回馈的心，那谢谢大家对我们我老公的一个支持。就刚刚大家手上所拿的那个 Hans Norman， 就是大家这次电影得奖的一个主题，因为他在瑞士已经33年了。那欧洲的导演拍到是拍了8年，那事实上越是他得奖的是，目前得到的是美国奥克拉荷马市啊最佳纪录片奖，是描写他的一生。一般纪录片奖都是对先前的，就是前辈的追思嘛，但他不是，我们是古志他本身60年一家子都走过了，从一个农夫开始，一个农夫的孩子，那大家都知道，都是务农，都是乡下出生的嘛。他为什么可以这样子靠着他的中华对中华文化的一个意识走遍天下，他到日本，到欧洲，到美国，然后征服了这么多的外国人，我觉得这是他最不同不凡的地方，连我都是他的头号粉丝，我非常敬佩他。每次他演讲一定坐在最前面，我一定做最多的笔记，因为他每次讲的都不一样。他真的是苦学出身，我看着他长大，尤其他在念大学的时候，他去拜师学艺，他的老师就是那个，我们蒋中正总统、蒋经国总统、任辉、林家淦这四位国家元首，他身边的一号的就是那个侍卫队的队长，就是他的老师，就是长江一号，大家应该听过，长江一号就是刘云球，十几年前他已经往生了，但在这老师这次，他他就是说他的追随刘云球得意的入门弟子。刘云球，我讲一下啊，天子第一号，从杜月笙。戴笠搞情报人就是清楚，那真的是上海什么黄帝革变成是陆，他们现在电影讲陆延伸，实际上陆啊杜月笙啊，我们是降下来的。你像青帮，那个全部那个张荣邦那边海军的几乎将领全部都青帮，我们要跑五帮哎，青赤黄白黑，所以那时候过程之中一笔手一弄，我们决定知道你是老几，但大家就是没有学这么深啊。所以很多东西我觉得还是一个界定律，界功夫不是学的，是把持把持。好，那我会觉得就是说他认真做他自己，我觉得今天大家在讲，我们听到很多大家都在讲如何过生活，如何尊重你的生命，让你的生命更有价值，我发现他找到了他自己，什么东西让自己的生命做价值，就是从爱的出发点，他的哲理里面，他的观点里面，他的一个分享通通都强调那个爱，爱不是只有男女之爱，那是基本的，那当然从家庭开始，家庭、社会、国家，它甚至整个世界的大宇宙，它是这么样的博大精深，所以才会唤起美国奥克拉荷马市的一个影评专家，把他的纪录片票选为最佳的纪录片，我们自己都不知道，因为他只是很认真做好，还有第一个是爱，第二个是好好的爱惜你自己，我们一定要爱护我们自己，是第一个把我们身体健康弄好，你才有办法过你美好的人生。不管我们享有多少，拥有多少，一切没有健康，什么都不要谈。像刚刚我们有一个，对嘛，学长，对啊，就说他的那个治疗的过程真的是很棒。所以现在拥有健康，就你可以享有一切。那以爱为出发点，然后呢，就分享，他是无条件的分享，他拥有的东西，他也愿意知识分享。我们相信，就知识要分享才有价值嘛。好像加上过去的传统武术，我们那个时代的老师都想，中国的武术为什么会没落？每个老师教一手，他留一手，教一手，留一手，到最后好像就没看到了。那今天他为什么会发光发亮？因为他在国外教的实在是，过去他是我陪着他去求老师，教他都一招半式。我们那时候拜师要家长代表，我都要陪着他。爸爸妈妈带着努力，他不要，他那时候是女朋友还没结婚，他是家长代表。真的，我就陪他上场。那时候我在台北医学大学念书，那就是我认同的理念。我要谈的就是说，因为他在国外是无怨无悔的教，所以他的学历里面，他的开头就写到，大家看看那一张，有没有？他
死也愿意，他身为农夫，但他愿意为武而死，他是这么样的一个专注在他的专业里面，让我感动。那所以呢，在国外拍了八年，第九年的时候，我们同意。我们谢谢谢谢，在台湾才拍的，您说的还能在啊，可以的，太好了。现在让我们很多家庭人士，我们很愿意，或者看到他这样的，我们真的是被他感动了。所以因此他整个片子里面就描述他从小开始，他从学校的扫把，里面扫地都可以练功，从上厕所也可以练功，所以他是这样无处随时随地都在练功，所以才有办法维持这样年轻活力吧。他看起来还不错吧？嗯，赞。我也是第一个受惠者，你跟着这样子，我懂健康，懂医学，然后配合他的运动，所以运动加医学加在一起，所以到现在我们还是一样非常健康的运动。好，那再来就是说，真的这部片子，所以我们在因为得奖了，等，这次不要紧张吧？等一下，有点痴呆，等一下哈，忘记。你痴呆得了。注意各位哈，每天早上起来哈，我不管各位的健康是我的责任，啊，是我的责任，因为我研究从西医、中医、心理医学到做预防医学，所以现在这种医学来讲，医学是养生的工具，养生的工具，它绝对不是治病，那病是在心理制造的，啊 ，You create your reality， 就是你创造你的实相。你说这个没有关系，早上起来一定体脂肪多少很重要。有人瘦瘦体脂肪就高哦，里面是沉积像水沟被塌掉一样，所以体脂肪一定要。所以一吃完饭，饭后百步走，有那个重要，因为我们吃饱哦，都呆呆不行，体脂肪第二天一定高。所以各位，很多东西病有它，有我们讲的内感外因啊，很多东西我们尽量能够把握，不做有做样，站有站样。你那个众生相如果不动好，你比如像坐下去坐太久，或者翘脚太久，一定会长骨刺，四五腰间。如果说你年轻的时候腰闪过一次，一定又会长骨刺。所以如果你看我们在瑞士那边站起来两个脚，他们瑞士买鞋子一定会把你量左右脚一定不一样大，不一样高。我们心脏都偏左边，也有右边的啊，所以很多东西，上帝的东西哈，我们现在年龄可以把它忘掉。虽然我头发还没有染，什么都没有，所以慢慢我想说，很多都可能，很多的可能 ，impossible，I am take out，I am possible， 就是变成我可能。但你要抓到你自己，方法千百种修行，别人是别人的，抓到你自己的。像癌症，一种癌症在中药来讲，决定有一种草药。但现在草药，你看那个什么有机不有机哈，都很多很多都有问题。但是问题是像不要自己吓自己，很重要是这个。所以你看我们那练了，你看这个效药，这个大两公里、三公里。那现在被踢有没有？马上一踢，不管他欧洲人的抽烟啊，日本人抽烟，我绝对踢到烟屁股那边，绝对不会踢到鼻子。那外面传说我踢左睾丸不会踢到右睾丸，速度可以快到这种极限，是我的脚趾甲哈，没有几个好的，又喜欢洗温泉，所以很多东西我告诉各位，年龄不是问题，你自己的，像我今天播的文章刚刚已经播上去了，各位可以看一看。我觉得很多东西，像我们早上最大的享受是三点多四点多我自己练，五点多太太开始梳妆的时候慢慢开始，那就老公你的文章弄好了没有，那变成这样子。在写很多很多的宝典，各位将来有需要可以试着跟我们讲一下。第一个，我想很重要的一点，早上一起来啊，一定要注意三件事情。第一个大便，在子午流注来讲，卯时那个用大便一定要出来，所以早上你昨天大完便之下，绝对不要马上冲掉，臭不臭？味道、颜色，医学来讲，你的大便里面可以检出多少多少的癌症。所以各位，直肠癌、大肠癌各方面，一般一年一年一两年要做一次，就像我很容易长这个，那我爸爸妈妈有癌症，所以你想癌症家族癌症，其实各位不要相信这些东西，我相信到最后连 DNA 都给改变了，不要说这个糖尿病遗传的、高血压家族的，这个是完全不负责任。像我很希望各位就说，第一个大便完毕的时候，你就是昨天吃的食物对不对，就在你大便里面可以看得出来。闻得出来，
好，那第二个是梳洗的过程之中，你想一想，你昨天有没有梦？庄子讲真人无梦，我们睡觉是半死，几乎全死，那是一个过程，那是三回，所以动眼期一过的话，它有三个轮回，所以轮回一个两个一样是活活的，但是完全说，我常讲睡眠不足啊，品质就不高，所以各位尽量不要熬夜。所以你昨天有没有梦？啊，看到美女之下，然后做一个春梦，都未来，决定都未来，你没有实现在梦里面，或许你不记得，或许你记得，但是做梦来讲，早上一醒，不是你。一上床没有十几二十分钟就做梦，那是神经衰弱的人，那是病态。三更半夜的梦不一样，早上一起来这个梦哦，绝对是先人给你的，你的祖宗给你的。所以他说：“彭大师，你什么教？”我说：“祖宗的教，不是基督教，什么教都一样。”所以他说：“你看，我在辅仁大学考上去以后，我本来是要读医的，医考不取之下，我马上填一个体育系，辅仁大学体育系，师大我都不填，因为师大要教七年。”七年之下有领薪水不会错，但是我想爸爸妈妈有三件事不能等，孝顺不能等，行善不能等，健康不能等，所以这三等人不要做那等退休啦、啊、等下班啦、啊、等领薪水，那个三等人又差别很大。所以第一个好、哦、那你有没有梦？今天如果说正见正师进住进去的话，我相信他的梦、哦、都很美，会告诉你怎么做，甚至不会很累。那最后一句，当你洗脸的过程之中，你一定要笑一笑。在日本，我在日本46年，他们百货公司旁边都有微面的修干，就微微笑的补习班啊，在日本。所以各位，我们假说一个领导人啊、哦，举重若轻，对，就当哎啊，这跟干有啥嘞？还是笑一笑这样动，那就不一样。所以你说希望各位啊，就是说人啊，我们为什么变成一个人啊？人上人，人中人，人外人。但是我们人还是要一个人，仁者无敌，所以智慧无烦恼。好、哦，那我们换一下啊，过程。